同学随便看哦，都好看哦。现在那个今天100，今天都5折。对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很好看。对，那个。拿来了。哎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千万别跑一跑！哎，同学，是你啊？对，是我，是我。身份证，这一份本单。哎，不是吧？你忘记那一年还是我借你937块去考警专的？哎，你都不知道那时候你妈多怕你变坏啊！你念警专之后，她还非常感激我哎。看你现在英姿焕发的样子，我借你那一点钱也算是坐育英才啊！我真是替你高兴。我借你那一点钱也算是坐育英才啊！我借你那一点钱，我借你那一点钱，我借你那一点钱。别跑，我要还你937块，千年龙记都还给你。别跑！哎，小包，别跑！来。同学，我不让你还嘞！哎，我就是要你欠一辈子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人生有意义呢？钱我帮你还了。才937块，人情不用欠一辈子，以后人生要灵活点。凯基银行灵活卡，随借随还，再也不用欠人情。同学，欠你的罚单。先来找我们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我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说啊。就我放出来，快放出来！啊，你在我什么？跟他讲了没？还没啊。哈，还没讲。哎呀，不关你的事啊。他生意瓦嗲呗，你还不敢讲？那我来讲好了。是这样啦，黑人他妈最近身体不好，要手术费70000块。因为刚好周转不过来，想说你这阵子发达了，一定会帮帮他这好兄弟的。我没钱啊！啊，你没钱？啊，你没钱？真的没钱啊，都拿去投资了。真的没钱啊，都拿去投资了。真的没钱啊，真的没钱啊。没钱？你全身都高档货，你跟我说你没钱？名牌西装，哇哦！高档手表，瑞士表。设计师领带，意大利的。手工皮鞋，皇室御用。昨天还跟我说剪这颗头5000块，哈，看不出来。没钱，平常说瓦贴呗，根本说假的。谁说当瓦田一定要借钱啊？先生，人生要灵活一点，有凯基银行灵活卡，随借随还，再也不用开口求人。先来找我们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中午开夜班的时候，没想到却遇到马路三宝了。是哦。哎，我时速才30呢，没想到开到巷口的时候，突然一台机车冲出来了。
把我的保险跟大灯哦整个撞烂了，所以哦想说跟你借3万块去修车啦。那什么问题？开车人没车，怎么过生活？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帮你。等我一下。5612118。哎，密码错误。5618112。还是错误。181256。哎，你知道密码错3次就锁卡了吗？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。你故意不借我？我怎么会不借给你呢？我记得密码是我的生日啊，56年12月18日办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重点不是生日几号，你密码根本不是用生日设定的。我们用什么设定的？依我的判断，是车号。错。电话号码。错。身份证字号。错。生辰八字。错。身高体重。还是错。我怎么知道你密码是多少？啊，反正你是故意的。错。你是故意的。错。故意的嘛。错。他故意的。人生要灵活一点，凯基银行灵活卡，随借随还，借钱再不用求人哦。先来找我们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的。小宝，小心啊！拍谁啊？周遭朋友就你混得最好，最近手头紧，能不能借点钱？其实我手头比你还紧的。你看我们家小宝都已经小学2年级了，还跟旁边幼稚园小朋友一样高呢。自从我生意清淡以后啊，跟着我有一餐没一餐的。明天要开学了，我连那个学费15000都还没交呢。爸爸，我肚子好饿。小宝乖，吃太多会胖，在学校跑步完会很喘，知道吗？可是你没交学费，我不用上学。对。宝宝，我肚子真的好饿，真的不能吃东西吗？这个馒头啊，给你吃啊。等一下，吃慢一点啊。我知道，我也嚼。不是，要留一些当午餐跟晚餐。好。我还算是个人吗？你都已经这么苦了，我还跟你借钱。大人苦也就算了，孩子是无辜的啊。拿去吧，我这里还有几百块，快带孩子去吃一顿好的吧。人生啊，其实可以灵活一点，有凯基银行灵活卡，随借随还，再也不用苦苦相逼了。我们事情就简单多了。